空间的那个虚实。好，老师刚刚那个三幅画是哪一块？罗聘吗？对。这三张都他，这张是被故宫收藏。这张题字那么多。哦，这一张。哦。对，因为这一张有很多名人妈妈题，很多、嗯，因为可能是后面有经过很多的收藏家，那有我们中国的那个，就是从乾隆以后就会有很多的人，只要收藏了这张，就会学乾隆一样，在这边留下他自己。